哎呦，师傅，那看一个1948年，11月20号的女的，属鼠的，您看看她身体、眼睛和腰部。眼睛有一个眼睛不大好，是吧？哎，我看一下啊。哎，右眼睛有一个右眼睛。嗯，经常流眼泪，而且呢模糊，看不清楚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加得了啊！等等等等等等，哦哟，看到一个男的了，哎，一个灵性看到了，嗯，是吗？男的，嗯，是吗？你想看看不啦？晚上我就不是我是替别人问的啊，那你就告诉他一个男的，叫他赶快念掉63章。多少张？63。63张。啊。一个男的。啊。哦。还有一个地方，你刚才说腰部是吧？对。我看看啊。腰。啊，左腰、左肾上面有一个灵性蛮厉害的。如果这个灵性再这么破坏他的肾脏的话，他肾脏上会长东西的，就是长这种人家说肾囊肿。肾囊肿。嗯。哟，他念了那么多小房子，不他也念了好几千嘞。好几千也并不代表他不会生病啊，听不懂啊？哦，知道了，师傅。我们还吃了几十年的饭呢。哦。怎么还会饿了？听不懂啊？是。啊。天天吃饭，天天吃。啊，为什么天天还饿了？听不懂啊？是。啊，无智亦无德，你没有智慧。你在人间什么都得不到，听不懂啊？哦，明白了。所以要有智慧，所以无智亦无德啊，听不懂啊？啊、哦，无智又无德。啊、心经天天念、哦，什么都搞不清楚。嗯、对。好了。您看看他是哪儿的鼠啊？哪的鼠啊？松鼠，啊、他是树上的松鼠。松鼠。啊，乱窜的在。哦，所以乱窜，哎，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，经常这个也要参与，那个也要参与，这个也想做，那个也想做，最后都做不好。嗯，哎、笑死你了吧？你说师父说的对不对啊？对的，对的，觉得什么自己都很能干的，左跳右跳，不得了嘞，哎，什么都能干。嗯，你这个老妈妈吓得来不敢讲她，一听师父讲了，哎呦，太开心了，这种人他妈是要让师父讲讲她的。嗯，哎呦，我看你再笑下去苦大仇深嘛。因为他家里头也成立过共修。哎，就是什么都要搞啊，他很能干的，他真的很能干的。是啊、他能跳嘛，跳来跳去，上窜下跳，啊、有什么用啊？没有定性就是。对呀、啊，是吧？人要有定性的呀。